摇臂组合第一阶段，推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一二三四，这里注意抢重拍四，身体往上推，推腰时手臂外开，后腿九十度，脑袋往后仰，五六七八，二二三四，五六七八，做四个八拍。第二阶段交替打腿，一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双腿交替打腿，开发孩子的左右脑，手臂外开撑地板，切记盘腿时不要打到地面。一，控制，不动，脚尖脚背使劲抓，腿部要用力的弹，脚背切记千万不要碰到地面哦。第三阶段，用重拍推腰，额头贴地，双腿夹紧，下。五六七，走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在这里的时候，胯部上抬，控制，从南于翼，胯部的起落。好，变下一个动作，交叉打腿。好，收，弯，在这里注意保持90度控制。使劲弹，好，收，